你们见过这种女婿吗？给丈母娘送礼，寄送2根金条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力，我马上就要回山东了，我想给丈母娘送个礼物的。小贝啊，你说给妈送点什么好呢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妈什么又不缺。我也想了一下，不如直接送最简单粗暴的，直接买2根金条给妈。真的还是假的？送2根金条？肯定真的呀！你想想，我们一大家人在这边天天吃喝的，妈那么辛苦照顾我们，送点礼物给妈不是很正常吗？大宝宝，别看电视了，爸爸带你出去玩，走。走了走了，现在出发去金店了。外面下雨了，刚打了一个车过来，上车了。老凤祥银楼，真买金条啊？真买啊！进去。这种是大颗的是吧？颗的100克的，这个是1000克的。这现在多少钱一克？原价539，优惠过499一克。这是20克的是吧？对，才二十。这种比较厚一点，实心的。这个龙凤呈祥的，也是20克的。小贝跳了半天，一直拿不定主意。你带大宝宝在这玩吧，我去挑。行。就拿这2个了，游子吟、龙凤呈祥，还挺好看的。帮我包一下这个。包装一下。小贝，今天挑好了。挑好了，这么快？对呀、啊。大宝宝，走回家了，快点，快点。现在回家了。给妈一个惊喜啊！走喽。喂，这孙子。我不知道你姓啥，啥高丽的？跟大丽一起的。什么丽？大丽给你挑一个礼物。你不挑我礼物就吹啥？是吧？噔噔噔噔，给大家看看。你看看。看看。那可是我搞了妹子的，你妈带不你？黄金。不黄金。鸟。我的天。大力送给你，我不要花的，你要想俺要你装个私房钱不不？你为什么没给这个东西？你可以做手展呗，到时候你想要穿什么首饰这种，你可以拿这个去糊你找找。好的，把手展的不要，把手展给老子。不要大的，不要，这腿不给你。我不要，我要你的东西。挺漂亮的。嗯。打开给你看一下。对，打开给奶奶看看啊。我不要，我们有人自己顾着花的。退还给你，我要的怎么着？退还给我。对啊，妈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嘛，你收着呗。我不是我，我不要这点子。你别那没根子哦。不要你，我就眼里头有收入，又不是桌子，不是眼里头有，我要怎么着？那你退还不给你？我不要。反正就收攒了呗。对，而且这个后期可以换首饰啊，你喜欢什么首饰啊？管都来过，不要跟着来的烟壶，拿来一个来。烟壶，烟壶。嗯。没空啊，这是一个能量沉淀，听见吗？这个是游子吟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迟延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，母爱永恒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反正白给你，你就收下了吧。我叫你收，不是我收了呗？收了吧，那个大包小包包也一个。给谁去吧？俺收了吧，你白的吧，收了吧。虽然给妈买2根金条，但是看得出来她有点不太开心，她肯定是在心疼啊，我没有花钱了。但是每年过年的时候，爸妈都会给2个孩子一人包一个大红包，我觉得我们作为晚辈的给妈买礼物很正常。大家觉得大力送给丈母娘的礼物好不好呢？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明天见。